青青姐，青教授，欢迎。说啊，我上次跟你说我妹妹去世了，实际上是走失了。啊哦，妈，我说完了，去上班了。等一下。 你店里有没有什么大红颜色的衣服，给我拿出来。哦，好的。崔教授，这两件衣服的款式差不多，但是风格和韵味不一样。您是要试哪一件呢？还是试两件呢？两件吧。 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妈，还是不要了吧。那我就直接买下来了。丹尼斯呢？哦，他着急开会，先走了。哎，今天有什么情况啊？穿这么鲜艳啊？ 恨嫁恨到这种地步啊！傅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上下班接送我。为什么？我又不是你司机。现在就是了。哎，叶机器。嗯。你想跟我朝夕相处就直说呗。 干嘛要拐弯抹角的？还要我来当你司机这么麻烦？喂喂喂，有些人，你不说话，没有人把你当哑巴，好好看你的车。喂，接下去5分钟你都不要回头啊！ 我要换衣服。哎，你在车上换衣服干嘛？哦，我在我的车上换衣服，怎么了？你不要回头就好了。随便你。你别回头啊！哎，你好了没啊？没有。你在厕所，我的道德底线是不是？我就换个衣服而已，看来你的道德底线也不是很高嘛。 哎，嗯，我警告你啊，一会儿回到办公室以后，你不要乱八卦什么东西啊。谁要八卦你的破事啊？最好。